三号出口。哦，对，我知道去这里。我跟你讲，如果瑞克斯，我觉得他最好是不要惹到我，约了我好像不算数。跟你们讲，如果在路上遇到他，他如果这次给我放鸟，我如果在路上遇到他，他跟哪个女生啊走在一起啊，我一定要拍他，就我一定要拍他，就是拍他哦，他跟谁谁谁。啊，就算他旁边是站他妈，我也要说那是他新的女朋友，就是外遇对象。啊，如果他没有放了我，我下次看到他跟别的女生走在一起，我就不拍，就给他一条路走。原来是三号出口啊，这里不是公馆，不是台电大楼吗？台电大楼也可以吧？还有一站哦。要等车是不是？我记得台电大楼下车啊。好了好了，啊，往哪里啊？松山哦，往新店还是松山？下车再等一台，再等一台车，对不对？哦，好了，来得及啊，不用紧张，先不要烧，烧起来不看人事了，跟疯狗一样，疯狗服，没有啊。没有啊，他昨天来约我，他就是要跟人家讨论好，他来约我嘛。然后他来约我之后，隔天又说哦，我们没有要约了，那不是很那个嘛，很失礼嘛。约好了，然后又放了我，他最好不要在路上让我遇到。最不能惹的就是户外实况组，台湾很小就对的。我就把镜头转过去，看 Lucas。客套聊天，对呀、啊，台北人都客套聊天，说什么下次再约什么的，都没有约。气，哦，气。今天华伟开台，没有实况背包。华伟，我可能下礼拜会找一个平日随便测试一下，看看是不是麦的问题，因为我买了新麦。麦也是耗材，我买了一个新麦，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麦有问题，因为我的麦板就有点爆音了。然后昨天只有断声音，没有断网路，反正就换新麦试看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或者是网路的真的很差，因为昨天那边很多人，实况背包怎么可能会卡？很少啊，很少。他们是约礼拜六要一起。户外哦，还是只是约出来吃饭？实况背包不太会转，一起约会没有啊？是户外台。厕所，哎，先不用哎。